今天，世界上的人们一生中必看的一部综艺纪录片，为什么不能吃它们？关爱生命，戒杀放生。中国第一部大型生活实用公益纪录片《山西小院》，致敬救人，光大佛法。中国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、北京广化寺、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荣誉出品。享誉海内外的一代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慈悲印证。我很认真的感动，一定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份观点。印度所提倡的这三部书还好，非常贴合现代人的唤醒大众。要把它当作功课，二是必修的功课，重要的功课。两套公益节目庄严精美，震慑人心，欢迎流通，大量流通，把它送给最需要的人。这是一些被病痛折磨的人。去年我们吃过，什么水果酒，就这么大块，这么大块的那个，特别害怕，好像把寒风中。还有身患绝症即将结束生命的人。我得癌症是14年。这个传越来越近了。从这儿就放大，100%的致癌。咱们挺痛苦的，不想着慢慢走嘛。这个一天吃多呢，越喝越怕是胆结石，来回说是这么大岁数，没有辙了，要不先开始干了。这是一些遭遇不幸和意外的人。就说的我就从后边到啥子，黑盘没事谁就黑盘，也是个生死关头的一个。他想来看我的包里边，如果拿那行。还有烦恼苦闷的人。哎，我买了这个那个接触到心态也不正常，看见谁都不顺眼，非常暴躁。如今发生了奇迹，慢慢行动了，就觉得是不是好了？原来妈妈这样，从医院先送了，有一些好了。送了别的一个正好上了嘛，现在咱拿眼呢自己就血了，完全跟好人一样的，大部分都死了，就是又活下来了。眼睛就是瞎了，但是女孩子怎么眼睛睁开了？现在病好了。现在呢，我想干嘛干嘛。跟正常人一样，他就想说话真不可思议。我说快可快了，这不呢？比我做手术晚了那些同志呢，已经都离开了。那时候我呢还是非常健康。这是为寻常百姓的亲身经历肺腑之言。眼泪哭得不行，我一提起自己的父母，就觉得特别惭愧。我的心情非常的平静，孝顺父母了，对这个世界能变成这个是非。我的社区就是表演的团长。我觉得没有你别表示。从7岁到90岁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一代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的慈悲开示。你还得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吧，还一切恭敬。他不是骗佛菩萨，上骗佛菩萨，下骗一切众生，他怎么骗呢？敬请收看大型生活实用纪录片《治病救人图破》。山西小院，今天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生病得不到救治，或者因为缺医少药，或者因为地处偏远，或者因为没有足够的钱，这样的人正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。目前全世界还有很多重病、怪病和绝症侵害着人类，而人们还没有能找到有效的方法应对他们。在我们身边还有遭遇天灾人祸和意外不幸的人们，他们中很多都悲惨无助，愁苦度日。我们现在把这部真实的纪录片奉献给需要它的人们，期待着为世间减少一些痛苦，增加一些希望。People love their lives.
half a mile of the century of separation. Son?我们确实到了最发达的时代，但没人否认也到了最不安全的时代，包括生命在内，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变得异常脆弱，而一旦遇到灾难危险，我们又显得极其无助。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感受，哪个地方的人生活能过得安稳，都是忧患忧虑，不知道哪个地方好。这位慈悲智慧的老法师，就是享誉佛教界的净空法师，在全世界修学佛法的亿万人中，几乎没有不知道、不尊敬这个名字。老法师生于安徽省，现已80高龄，讲经说法40多年，是全球佛教界最知名的高僧大德之一。你看我这个样子就不老啊。老法师经常受邀请代表佛教界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，在当今社会各界享有极高的声望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生命是何等的脆弱。正如老法师所说，芸芸众生的一生极为短暂，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不管人们富贵贫贱，都只能随着命运的脚步来承受吉凶祸福、悲欢离合。在苦短的人生中，普罗大众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宰，而我们这部纪录片所记录的人们却正好相反。这里是山西省的大城市，在全国的城市中它普通平常，我们所拍摄采访到的几十位各色各样的人物，也都是生活在此地最普通最平常的人们。这些人朴实善良真诚，上到90岁的老人，下到7岁的小学生，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曾遭遇到痛苦和不幸，都信佛学佛，都转危为安。每到周末，平时忙碌的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小院子里来。女主人姓白，也是信佛的居士，她和家里人还有义务帮忙的居士们负责招待大家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些男女老少的居士们就像同学一样聚在一起，共同念佛诵经，共同修学交流。这些人和普通人相比没有两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拥有一个共同的信仰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山西大同民风厚道向善，信佛学佛的人很多，据说这样自发形成大家一起念佛的场所比较普遍。纪录片里的这些人们很多都是因为这次采访才第一次见面的，但是大家都遵守着佛法不妄语的教导。不妄语就是不能讲假话，讲假话骗人受的恶报是很重的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这些事例的原理，我们还特别加入了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的一些重要开示，也就是解释说明和指导。这里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受到了老法师的教导。